睡觉呢，到饭点了，想想吃点啥。烦死了，睡觉都不让睡。我想吃紫薯，可以拉丝儿的那种，赶紧去做。等着，我给你做一个。准备一个从天而降的紫薯，去皮儿，切片，上锅蒸熟，加炼乳，少许白糖，用金箍棒怼成泥，加糯米粉，揉成面团，揪一块，压成饼，中间放芝士，包起来，摔成正方形。锅里不放油，放入紫薯，小火烙至四面金黄。网红鲜豆糕就做好了，进来的家人们，如果你也喜欢美食，请给燕子留个双击再走，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，感谢。好不好吃，老公？嗯，好好，多吃点，看你瘦的，老公真帅。